伤了，更容易脱水，找个阴凉处歇息一下吧，天黑了再赶路。就这儿吧。天上蒸的馒头，吃吧。我不爱吃馒头，我想吃，我想要吃砂糖。甜食吃多了容易坏牙，只能吃一个。你还想吃什么？等我们出去了，本王都给你弄来。我还想吃肉乳酪。有品位，龙肉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，肉质弹牙，龙骨还能炖汤。吃饱了吗？还没有。多吃点儿。死不了。当然死不了。曾经有个算命的告诉我，我这辈子能活到100岁。